2017台北市大运即将在8月19日登场，为了鼓励民众参与，凝聚主场氛围，台北市大运特别在4到6月推出 Run Your Way 全民奔向市大运，邀请全台民众一起挑战2017819公里的运动里程。刚好是今年2017的8月19日是我们世界大学运动会开幕的日子，我们希望透过这个2017 819这个运动里程的集结，让世界看到台湾民众是同心一力，共同来迎接世大运，欢迎大家光临。此活动共有多家知名企业一同参与，预计将募集200万公里的里程数，并借此提升企业运动风气。而马拉松跑者欧阳靖与熊赞也现身起跑记者会力挺，邀请大家下载 Faith Run App， 共同募集里程数，用行动为选手加油。跑步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运动，随时随地不管多少人都可以执行，所以这次只要用我们这个 APP， 然后来参加我们这个 Run Your Way 全民奔向市大运的这个活动呢，我们一起来累积里程，就可以直接帮我们的选手，帮我们的市大运做加油做应援，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全民奔向市大运。 Run Your Way 全民奔向市大运预计将于6月底募集200多万公里运动里程，欢迎全民一起参与，迎接台北市大运到来。